没想到一台破壁豆浆机改变了我的饮食人生。从入手九阳破壁豆浆机迷你旗舰款 D53 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便疯狂地研究生机饮食和超级食物。这台有六大功能，可以打豆浆，豆子无需浸泡，无需过滤，破壁研磨技术，100°C 高温沸腾，打出来的豆浆口感香浓、细致、滑顺，比市面上买的豆浆好喝许多。米糊模式打出来的谷米浆、杏仁浆、芝麻糊更是香滑、细致、可口，很适合制作甜品或是婴儿的副食品。浓汤模式一键完成的南瓜浓汤、玉米浓汤，真是超乎想象的方便和好喝。果汁模式可以打各式的果汁、奶昔、绿拿铁也不成问题。来看一下我怎么打杏仁浆。九阳豆浆机有附一个量杯，一杯半的南杏片，加两汤匙蒸过的红薏仁，再加几颗核桃或杏仁，加入600cc 的水，然后盖紧盖子，黑点要对齐，用豆浆模式就可以打这个杏仁浆了。逼两声就开始它的模式，它会先磨一下，然后开始煮沸，再慢慢磨，大约30分钟，你就可以喝到一杯非常香的杏仁浆。杏仁浆打好了，没有那么白，是因为我加了几颗的核桃，还有红薏仁。用米糊模式制作的时间会久很多，但是会更香。九阳豆浆机迷你旗舰款打绿拿铁，要先把蔬果食材切成花生米粒大。这是打果汁模式，给大家听听它的声音大小。这个果汁里面有坚果、红萝卜、小黄瓜、柠檬、苹果、芭乐、木素芽，还有放了姜黄粉。大概声音就是这样。打好后会哔哔哔十声。这次姜黄失手放太多了，还好没有影响它的风味。真心觉得这台豆浆机太超值了，非常符合单身花甲的我追求养生生活的需求。搭配原有的电锅十分完美好用，304不锈钢内胆，实用安心，清洁方便，还附有自动轻松洗的功能，以及8小时预约功能，睡前启动，早上起床吉祥美味。追求更轻松惬意、更多彩多姿、更健康养生的生活，就从添购一台物超所值的豆浆机开始吧。我是花甲伪少女陈如熙，欢迎追踪我的开箱影片，